鄉親平安，歡迎收看今仔日十月二八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嘉義東埔昨昏連續發生幾啊間地動，民眾是攏驚一跳。在地動中心的東埔鄉，有幾百的人家厝是攏出現闭起的情形，而且還有一棟透天的三樓嘛有闭損。公所反倒說，若是閣發生地動，驚會整個崩起，所以先暫時就做是危險主體，嘛可控住好，就先撤離。进入厝内四月表面拢会人看到壁损，一个态度变得起了，下块暗门土拢看现现，已经的表面一个大面积的态度规拢落来。昨家己连续地动，造成晋阳所在地中埔乡真侪面体受损严重，大家拢惊到，惊讲会个有地动，怎么电视拢踩头壳看？真是吓我都发抖，因为从来没有那么大的震撼。另外，还有透天厝有防火栓歪互人换，因为伫三楼出现正明显的水平的壁损，惊讲地动若过来，摇了会倒来。公所拢先暂时改列做危险主体，可供民众先撤离。阵地拢啊走掉呢，过来变成拢震动尔呢，看要补强啊，是要拆掉了，到倒来住。厝因为修理保强，民众也唔敢继续住。好家在厝虽然受损，也过无传出另外的伤亡。公所统计有三户家己先搬去家亲友住，另外由公所安置的有一户四个人。整个都有龟裂，嗯哼，所以那个吼里面龟裂蛮严重啊，怕一摇吼，又整个倒塌下来。我们是劝导他，可是他自己本身也是觉得他哎呀，他要撑，他不敢住啦。在地震了有一些灾情，公所会继续联络相关单位，勘察厝结构的安全性，评估是不是让继续住。记者综合报道。嘉义中埔位昨昏下晡两点开始就一直在地动，上无有八届，有社区的围墙是规个崩起。地动中心讲，这八届地动有三届是又较厉害，规模有到十以上。未来这一礼拜嘛，可能阁发生规模十以上的地动，位，请民众都爱注意。突然摇起来，壁顶挂物件落来，鸡鸭顶的废品也落伫涂骹。员工赶紧走去外口，而且下到两点五十六分，家己中埔发生规模4.9地震，民众真惊吓。好怕，但是应该没事了啦。可能很久没有震了，震一下。那这一摆，为下到两点十九分开始，连续发生八摆地震，拢伫嘉义中埔乡附近。生活百货卖场、清洁用品、冰箱、饮料、刷个柜头卡，至少清理三摆，还个社区墙壁也倒去，地破停伫遐的汽车玻璃。哦，几倒的？系啊，规拢破的。嘉义市也明显感觉有害，民众赶紧走去外口。从以前地震哈都不会说想要跑出去，那种我老公赶快就要跑出去。高铁受地震影响，部分车次延误。因为伫嘉义路段七点一级到三级过境，经过五个车次列车临时停车，启动地震应变甲路线巡检。另外，到南甲新化区间代替列车减速运行。这一连串地震拢伫中埔，也予在地民众烦恼。1941年的中埔大地震，也造成严重伤亡。1941年，那个中埔地震，它发生的位置大概是这一次地震的上面一点点。将近70-80年这个时间，那其实也有一些学者或专家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警讯。2017年的时候呢，也是发生过一个规模5.1的一个地震，跟这次系列的一些机制是很像，都是以逆冲地震为主的一个移动这样走。地震中心指出，八摆浅层地震，其中三摆规模是以上，成因是菲律宾海板地甲。后阿板地小龙小尖向西北较脆弱破碎的所在传达能量，未来一礼拜会发生规模是以上的地震。位学者也提醒，地震位会阁发生，民众一定要做好防震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伫个高雄的塔巴底办万圣节游行的活动，不过这活动才刚开始，尔就汹汹落雨，有真侪民众是拢赶紧走去捷运站内底避雨，也那车头内底人是小矮小客。现场嘛，无人伫个管制，是引起众人的批评。不过好佳哉，落尾手是提早启动疏运，人员拢平安。参加西洋几啊节大游行，汹汹落雨，民众也着雨伞，想要去捷运站避雨。不过出口已经有袂少民众徛咧，也是坐咧内面，路线拍结，警察赶紧到现场指挥。
高雄生游几啊节小连锁的活动，26号暗时伫喇叭底公园举办“红路变装大游行”。今年更加规划全台上大、宽22公尺的大金龟灯和灯光表演。从下晡开始，各种打扮的大小孩民众来到喇叭底公园。市府统计，吸引超过80000人参加。不过活动才开始就落雨，有的民众感觉不好耍。好可惜哦，下雨。就有点影响气氛是吧？对，朋友带来的，刚好想说用这个方式可以让大家都躲在里面。因为现场就伫个捷运站附近，未少民众无带雨伞，想要入去避雨，含出站的民众客做伙。毛民众讲，无看到管制人员，差一点啊造成小客意外。车站内嘛，因为人真多真挤，民众客着开心一直压。高铁公司解释，是因为汹汹落雨，坐车的民众比预估规定的时间提早出现。有短暂分阶段进行人潮管制，晚间8点左右即已经完成所有的人潮疏散。管制的目的主要是避免人潮拥挤踩踏而造成危险。高铁公司表示，本来苹果暗时8点是主要人潮回流的时段，昨晚看到人潮的状况，已经提早发出加班车，每3分钟一班，而且进行管制。不过比起过去市府大型活动线场顺利，即边刷新是因为落雨，全部被拍乱。记者李秀兰比较关高雄报道。高雄市，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发行发卡的银行为了减少信用卡去向套路的情形，最近已经通知客户，为明年1月7日开始会实施新的措施。其中上新的规定是，家己经营的店面，就算消费金额高，银行也无一定会通过授权。另外，信用卡若是有悠游卡或者是一卡通的功能，一年以上无用到自动加钱入去的这个功能，到期了后，银行就袂再发相关功能的卡。来看中国时报，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到2024年9月份为止，包括失去联络的移工在内，来台湾移工的人数是已经超过80万人，甲去年同期来比是增加5万多人，这嘛是最近这7年来上多。初步估计2028年的时阵，移工的数量会超过100万人。过来来看自由时报，第50届日本众议院大选昨天开票。国民党和公民党组的执政联盟是处是减真多，无摕到过半的233席。了后会召开国会，首相指名选举的时阵，首相就破幕，敢会阁予指名做首相？目前是要真歹讲。同款是万圣节消息，中国上海今年万圣节是禁止举办相关的聚会，有一挂较闹热的所在是拢有派真侪警察。那看到参加万圣节变装的民众，都会随口警察抓起来。一台又一台公安巡逻车排在路边，道路两边各用路障围起来。穿黄色服装的中国警察徛在路边巡视，警觉出台穿万圣节变装服装的民众。为了防止民众变装上街路，上海当局提前差不多1礼拜通知各机构和店家业者，提醒绝对袂当办万圣节活动，禁止所有万圣节装扮，那无得要求暂停营业。当局各位10月2日开始出动大批警察驻守伫上海的鼓楼路、中路路、淮海路，啊个复兴公园这人潮较侪所在，出台穿万圣服装的民众，各个管制维持到10月31日。在这日进前的周末街路，陆续有民众因为参加万圣节的派对，和警方带登去公安局，佮严格限制记者访问。可以拍摄，也可以发，但是不能随意篡改，不能翘头去尾，了解啊？上海严格出台万圣节的搞怪服装，是因为2023年的万圣节是上海新冠疫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万圣节，有少年人扮作做检验的医护人员，欢迎过去3冬的新冠疫情。个人身躯戴满白纸，呼应2022年的白纸运动。也不过，也是有部分民众违反禁令，照着落雨天客户伞、甲服装砸掉的，也是曾经行过戒备严格的区域。组织去人少的巷仔内，也是天桥，也是有万圣装饰的店铺进前翕相过节。来应对中国警方的处置，国际新闻是董冰玉。体育消息，咱要来看咱台湾山球的选手李介碧。昨昏伫咧亚洲巡回赛泰国国际系列的比赛摕到冠军，伊个人会当摕到的奖金是美金36万，差不多是台票1155万。伊嘛是头一个摕到国际系列比赛冠军的台湾选手。也拿伫咧日本举行的美国巡回锦标赛，奖金的总价是850万的美金。咱国的潘正宗是摕到第6名，
也拿卢俊安是摕到第16名。二十国系台湾高球选手李佳碧，因前三回合比标准间少14天的196天，而且是五个人并列第二的成绩，进入最后一回合。昨晚这位是美国选手克里斯汀班基，在第17洞标准间5天的 Eagle Par， 把球送入去洞内。李佳碧的对手一个韩国系加拿大籍的选手李泰勋，第16洞标准间3天，这个开球和现场的观众拍波啊画好，正精准地送去的姑娘向洞口过去，一洞拍出 birdie。另外，美国选手威廉恩第13洞独杆也摕到 birdie。世界各国选手精彩表现，不过李佳碧越来越好的表现上轰动，这是在第8洞的 birdie par， 会让看出一对快速姑娘的适应真好。第4回合，伊总共有8个 birdie。第17洞第3杆球飞过沙地，精准地落在了正头前的姑娘，在洞口附近停下。这洞又是一面真水的 birdie。到上尾啊，第18洞一个独杆成功摕到 birdie， 总成绩伊比标准杆少21杆的259杆排第一名。这么就看威廉恩伊第18洞的表现。这个时阵，李佳碧伫咧比球的表情和镜头看到，威廉恩这球一定爱入。就换到跟李佳碧拍延长赛，严国碧球无入，所以李佳碧摕到冠军。比赛后，伊讲伊家己自旧年球季结束了，就小可改变伊拍球的方式，而且表现愈来愈好。伫过去伊一个亚巡赛，捌摕过2遍亚军，5遍拍入去前5名，甚至伫2019年亚巡菜鸟季差一点仔就摕冠军，但是尾仔拢无摕过冠军，即马总算摕到。伊讲即礼拜真正互人欢喜。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今天是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事情带各位乡亲们做回来看世界。美国这帮世界比赛第二战，独击队的大国伤兵第7局下半场无细致受伤，现场是随上病院初步检查是左边的肩胛头骨头有部分的所在凸起，这也是做棒球迷上界关心的新闻。不过根据媒体的报道，所带来第3场的比赛大国伤兵会出场。来看俄亥国家乔治亚昨昏举行国会大选，执政党乔治亚之邦摕到54.08%的选票，有打赢一届选举。乔治亚的总统今仔日谴责国会大选作假，呼吁民众明仔发动抗议，而且嘛指控卢西亚可能是这届选举作手幕后的掌镜人，强调乔治亚已经变作是卢西亚特别行动的受害者。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埃及总统塞西宣布提出加沙停火2天，内容包括以死的人质交换以色列监狱内底一挂犯人，而且在10天内展开目的确保完全停火，甲救援物资进入加沙走廊相关的谈判。镜头转来咱国内，又果是无驾照赛车的消息。台中有一个18岁少年人，伊赛车经过北屯一个巷仔底的时阵，煞去弄到一个50几岁奥利桑。而且伊佫较高过，怎呢？油门吹得做伊走，落尾手害这个奥利桑不幸过亡。后来警方伫咧附近的路口抓到这个人，叫吊丝逃走，还佫过失致死来佮上班。骑过监视器摄到一台黑色轿车驶过一个巷仔内底，唔呐无减速，还拄入一个偏僻，弄到一个过路人。过路人被弄到了后，倒伫涂骹，还佫车并无停落，开车人继续开，甲过路人挨挨过，车沿这个巷仔一直开。一辆都无看一台车咯，本来在路中间呐，然后车头一弯往旁边飘，然后就是往老先生正后方撞到，然后整个轮毂。虽然看到民众赶紧救救护车，也不轰动到这几落人已经无性命丁上，送医抢救也是不治死亡。而且早起9点外，台中北屯区北屯路一个巷仔内底发生汽车去弄几落人的事故，当时弄个真大力，轿车车头规拢冒入去，头前玻璃拢劈去，涂骹也漏一块车牌。警方依照线索查到，开车去弄到人的就是这个18岁姓白的少年人。撞到人为什么还要继续开？你有没有良心啊？这四百十多人开车弄到人逃走了后，在北屯区宽中东路和泰源路自己去弄到，警方把他带回去侦问。他说当时开的是厝内人所租的车。警方查出，这四百少年人虽然都成年，也没驾照，继续摆渡喝酒开车，也没是不是有吃毒开车，也要进一步来调查。相关他的这个车辆行进动向，还有他这个要去哪边，我们都还在调阅相关监视器，厘清他的这个路线。
警方除了正地追查死者的身份，也甲这姓白少年人移交刑事第四，造成事故逃走这罪嫌送法办，也来移交逃交条例规定。起机车的所有人同意后，无驾照的人来赛车，除了会处6000元到12000元罚款，吊扣驾照3个月，也会记违规记点一摆。记者自动发报道。有一个新型的毒品，叫做强西芬达依托米酯。服务部打算在年底进前要甲升级，变作甲安徽他兵，也阁有大麻同款的二级毒品。不过立委就讲，相关的法制甲行政作业恐惊是未扶持，建议以紧急的禁令先来处理。知道自己毁了一个家庭吗？嫌犯吃新型毒品依托米酯造成的丧失魂断了后毒驾，今年已经造成2名警员殉职、5名警员受伤，引起讨论。根据高检署的毒情警示，依托米酯通报案件数比去年增加58.2倍。随着滥用情形加重，法务部建议伫年底进前将依托米酯为即马的第三级毒品提升为第二级。不过，立法院法制局指出，相关毒性法制的作业也未符新型毒品推出的速度，建议以暂时还是紧急禁令的做法来应用。你要有弹性，然后要开紧急会议，速度越快越好，公告时间要检讨，暂时性的禁限，这个东西就是其他国家在补强。官方行政怠惰，依托米酯早在去年9月就已经被查获。法务部却拖了9个月才召开毒品审议会议。行政部门有没有一些在这些立法的空窗期期间有紧急的因应作为，也不能够忽略了一些必要的行政程序。民众动立会但教主以日本的指定药物制度为例，当一种新物质被发现有毒品性质时，政府会当透过紧急定书禁止药物流通和使用。反过来看，咱国去年9月就已经查获依托米酯，但过一直到今年6月才决议列为三级毒品。八月公告列管，防疫期进度受慢。那毒审会它本来就不是一定要3个月召开一次，它有召开临时会的机制。它一旦列入毒品来管理，它毕竟是一个犯罪，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法律上的授权的依据啦。法务部回应，暂时禁令有还需要法律授权，要经过审计定书。每一季的毒品审计委员会有临时召开机制，像针对依托米酯。到下底11月中召开临时会，未来对类似的新型毒品也会比较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新北市的石碇加东路遐，昨昏暗时啊，铁轨路顶端的电线煞熊熊着火，也阁有爆炸的声音，附近的民众是拢惊一跳。消防队接到报案，随去现场封路戒备，加在是无人伤亡。根据附近的民众讲，昨昏暗时啊9点外的时阵，现场熊熊看到有火，也阁有听到爆炸的声音，真侪民众是拢冲出来看。消防接到通报了后，随派拍火车去现场封路警戒。初步了解，那亲像是线路甲铁轨路有卡垃圾啊，地鼠压死才会有火。台电的人员赶紧断电了后，火才化去。目前修理好势嘛，确认安全无问题，已经恢复通行。继续来看彰化139管道是真受欢迎自行车的路线，不过却真接传出有人去予流浪狗咬，甚至是受伤的消息。日头早起有人骑铁马，全咧累残受伤，唔然伊的车歹去，伊的脚甲手嘛几下个所在拢擦伤。目前彰化已经发生几下件类似的意外，嘛显示流浪狗管理的问题。彰化县动物防疫所表示，有尽量咧抓流浪狗啊，不过收容所的空间无够。会先尽量安置有攻击性的狗啊！卡达车车队经过这个路段，一只黑狗头存在看了就冲在路中，经过卡达车未挥动，摔在涂骹，一拉两碎，这只黑狗随走甲无看影。他患者主诉肢体疼痛，还有擦伤，意识清醒。冲击的力量真大，卡达车的车架断做3节，骑车的民众被紧急送病院，好在在这个人擦伤，无性命危险。日头早起8点左右，这位姓杨的民众甲车友伫彰化139管道骑车运动，无想到讲好走出来，乌狗立摔喺涂骹。伫顶个月初日，有一位女老师也是骑车经过，好流浪狗立连人带车绊倒，加定定有流浪狗的立车，民众拢真紧张。虎视眈眈，虎视不一定会冲出啊，不慎撞上路边冲出的狗，造成手脚擦作伤。
来到台中现场，伫遮真侪路段，拢会人看到流浪狗，为警戒心较强，看到人就吠，为看起来是想要攻击。当地民众讲，因为这是山区，而且有一挂人甲因饲，互流浪狗愈来愈侪。彰化县董宏硕讲，因为彰化县即个人一个伫咧园林的收容中心，收容量无够侪，所以将会加强就地来管理。187，然后我们最大的量是251只，搜索的量有限啊。哎呀，那如果说真的是案件多的话，所以会追咬人的，我们还是会把它收容在所里面。彰化县董宏硕讲，因为收容中心容量有限。这个人让尽量安置有攻击性的狗，也会派人去现场确认。若是有人饲的，会要求加强管束。如果若是流浪狗，而且评估无攻击性，会先该拔起来给因卫生，再个放回去，也请民众卖过给因饲，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大家前顶礼拜传出那像是工会和华为去和美国商务部调查。根据路透社上新的报道指出。中国华为的人工智慧处理器去被发现使用台积电的电晶片。台积电是随停止供货和中国晶片的开发商瑞联科技公司。同一个时间也有通报美国和台湾政府。根据了解，这间瑞联科技公司和台积电买的晶片和华为处理器里面的晶片是同款的。因为台积电目前是还没对外回应。为了被阻止特定客户把台积电生产的晶片留在华为的手内，台积电在最近除了向美国和台湾两边的政府通报，也切断对某一间客户的出货。但是美国政府和台积电拢也无对外回应。但是美国科技媒体指出，这间和台积电切断供货公司就是中国的晶片开发商圣灵科技。网上可能会查股东的资金来源，往下会查客户。甚至是终端应用的方向，所以往上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有好几层的白手套，然后往下的话，晶片可能也会出现多次的转售，然后再回到华为的手中。罗大侠报道，半导体研究机构在最近拆解华为升腾910B 处理器，发现里面的晶片就是台积电的7纳米制程晶片，而且这个晶片又搁加圣灵科技。像台积电裸端的晶片同款，其实早在去年六月，美国商务部就已经派科学出口管制官来台湾的 AIT， 要确保台湾的科技业者供应商未违反华府的规定。Overseas, conducting regulatory compliance and end use checks at companies to make sure that items are not being diverted to places and end uses and end users that shouldn't have access to those items.在目前，台币正伫咧展开详细调查。台积电进前不讲，全力遵守所有适用规定甲法规，强调自2020年到月中以来，无搁再降回合法规。美国应该会改变方法，针对每一个客户增加审查的力道，也就是要了解他背后的客户是谁。但是这样做其实还是很难防堵，只是增加了这个审查的时间。根据台湾的官员讲法，台积电是发现供货和这间客户的晶片用在华为的产品了，决定停止供货。在未来，美国政府要如何改变防止的方法，引起科技业界高度的关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根据统计，今年一月至九月来咱台湾旅游的旅客，仅550万人。今年若是要拼1000万人，可能是无啥法度啊。不过即马到年底是外国旅客大月，咱若是继续拼行销，希望年底观光的人数会当达到750万人。住在家的台北市永康街，这是不少国际自由行旅客一定是地点。这里什么都好玩啊，系啊，是啊，有什么好多地方好吃啦，观光啊，有咖啡厅也不错啊。其实香港跟这里挺方便，也吃的东西也好吃，所以我非常推荐他们过来。观光署上新的初步统计，今年一月九月累计超过550万人次国际观光客来台。交通部顶日已经证实，今年1000万旅客派达标，主要是控诉控森华联大地等了后，省等景区影响国际客来台意愿。另外，日本落班也和日本客大大减少。第二年底只存两个月，目前以今年750万人次为冲刺目标。那我们驻外单位也与航空公司合作办理促销活动，例如机票买三送一。那也跟旅行社合作，木可来。
台的活动，例如这个周末我们就在平溪举办日本旅客千人访天灯的活动。观光署表示，下半年在挖金市场邀请订名台庆人，加强引客抢这两地，主东京办事处甲日本旅行社协会联合博客带来九千位日本客到平溪放天灯观光合家庆会议。最近会当加强台湾跨年甲亚旦活动的宣传，锁定有连续假期的国家。后面的11、12月，尤其是在这个东南亚市场是有机会的，原因是因为像菲律宾啊、印尼，他们的假期都是在这个11、12月，所以可以东南亚作为主要的这个目标市场来去做推动。学者建议，经营旅游市场爱放长线，不一定着急要达到人数标准，会当继续伫主要目标国家拍基础，和明年旅游市场回温。像日本旅客连续假期是伫四月。下当位即马开始加强相关宣传，先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在第消息，咱来看，伫高雄有民众发现一台公车，车顶是打真侪“粪扫卖软蛋”等等的广告，有诶甚至搁画作是符号的形体，是真有创意。伫网络顶是引起讨论。不过，这个司机嘛出来讲，车顶会打这么侪广告，是因为违规的乘客实在是太侪。公车顶管用符号的方式写广告，提醒乘客唔通乱扔垃圾。有高雄民众进前坐着一班 G24 路线的公车，就看到公车顶管大满提醒的广告，佮有翻成英文佮越南文。这边蛮多外国人，然后有些也是看不懂中文，对，可能要用他们会看懂的语言来表示。有人感觉提醒的符号有一点仔恐怖，嘛有人感觉真趣味，但司机员唔是为着慢性子打的。因为 G24 公车路线有停几间学校，乘客大部分是学生，少部分学生无守规矩，拄到伤侪违规了后，司机员甚至伫公告顶管写出断掉的字。学生有的时候就是在车上吃东西啊、饮料啊，然后之后就随手就放在车上，忘记拿下去。所以我想说就做个创意一下，就贴一下，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下车的时候可以拿下去。司机员列出坐车的乱象，除了乱扔垃圾在车顶，要坐车刷无下手，还是倒票顶，同款让司机员真困扰。部分行为连作为乘客的民众拢看不落去。可能会觉得那个司机可能忍很久，是把那个鞋子脱掉，然后在公车上面睡觉，有点不卫生。创意提醒吸引民众，但司机员坦白，虽然打真侪提醒，而且打的时间嘛将近一年，但违规也是无礼貌的状况，并无改善伤济，嘛搁一摆提醒乘客遵守规定，互相体谅，才会使创造搁较好的大众运输环境。记者陈环武、民交官高雄报道。为了禁止有人伫咧社会主体内底食薰，也搁有带伫咧遐民众的权益，桃园为今年8月份开始有一套违规纪念的制度。那是伫咧社会主体内底违规食薰，逢纪超过3次，都要搬出去。伊那这实施无甲3个月的时间，都有一户违规，阁讲唔听，这户嘛叫做全国社会主体逢赶出去的头一个。厝真新阁清气，政府起的社体租金比市价较少，互真侪民众抢来申请。为了维持环境，如何爱遵守规约？像是桃园市社体今年8月开始严格执行禁烟的规定，因为有住户确实一直口供拢歹听，食薰犯规300次，所以讲真侪伫社体违规食薰，真侪全国头一个防经济戒毒合约搬离开的案例。因在室内吸烟3次被终止租约的案例，我们也会在各个社宅再次公告。以强调桃园市社会住宅执行新禁烟规定的决心。根据了解，防戒毒合约的住户是租孙仔带到店3房，月租10000元，孙仔一摆互厝边翕到伫个厝内开窗啊食薰，最后第二个防强制搬出去。根据统计规定，伫社体内底食薰防检举，头一摆是记10点，第二摆甲第三摆是各分别记30点，总违规点数达到60点，一律终止社会主体契约，将要另外21号小处分，会继续来稽查。还是会闻到有烟味，所以有人在反应。当然是禁烟是最好的。也伫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的社体，相关也是全面禁止食薰。依本中心现行社宅租约规范，社宅范围内全部禁烟。在我们社区的这个基地范围，包含住户的住家里面，那都是一个禁烟的范围。
台北菜村每一摆扣五分，扣满30分解药。一年来有25号因为食薰互扣薰。新北是每一摆记5点，记满15点未使续药，满30点是终止作用。台中违规扣10点，总计扣薰超过100点的，除了公司要搬出去，未来3年来也未使申请社贴。上午12件违规，高雄相关互查到记10点，总计30点公司退租，剩3件违规。社贴禁薰规定，食薰的人千万唔通低头唔顾个本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太平区一个新兵生活公园的社区，在91大地震的时阵全力倒起，到今已经25年的时间过去啊，还无法度重建。有要20个受害住户认为台中市府的态度太过拖沙，而且嘛无撤销建商途径重建的资格，所以才引起台中地检署阁市长罗秀燕渎职，也阁有多理罪。市府都发局回应讲，若是建商主办途径去签到，无排除会撤销因途径重建的资格。即块位置台中市太平区的空地啊，空地遐已经真侪年啊，四季拢是杂草，这乎原本住伫遮的住户是真无奈。这是新北生活公园社区的原先所在地，25年前因为921地震全部拢倒去，不过到即阵依然无到重建，在明年一直伫咧等途径案的执行。建设公司跟他们的心里所想的这个金额有落差，很严重的落差。大家当初20几年前当初买了300多万哦，对，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的。而且有些人是缴了20年才把贷款刚缴完。住户讲，台中太平新北生活公园大楼在921地震倒起了后，主办多间案2011年由台中市都发局核准。2013年，因为土地收尾介绍讲袂完，原有345户住户怀疑建商降价伤低，造成自救会进入争议调解，无想到建商恶意拖延多间案，到即阵无得重建。住户不满建商恶意拖延，都发局伊个一直无强制来接管多间案。2023年9月，北区市府来抗议。另外，这住户第12日更加去控告市长罗秀燕渎职，也过多利罪。他已经超过6个月没有再来重新申请权利偏换计划哈，那我们已经有依照都更条例的规定，请他提出说明。那我们会去查明他有没有废止职务的情形。那依照法令的规定，如果有废止职务的情形，那市政府这边我们是主管机关嘛，那我们是有权利撤销他更新会的一个资格。市府讲，那确认有市场拖延、权利变化无合规定这情形，无排除撤销伊实施者的资格，也请实施者赶紧来整合住户意见，重新提升权利变化计划来维护这住户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即卖咱台湾都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咱国内门诊订28天以上慢性药单的坐会人，到去年是已经增加到335万人。平均2个领慢性药单的坐会人，都有一个人爱食5种以上的药啊。这药啊，若食伤侪种，恐惊对身体有百害，而且嘛会增加医疗的支出。针对这点，健保署回应讲，为今年开始有积极推动专人慢性病结合的计划，希望会当来照顾民众的健康，嘛降低病人住院的比例。86岁老阿伯甲社区药局领真侪慢性病药物，因为本身有3高丁多重慢性病，每一摆回诊都是到无共科病就医，所以逐天都爱吞10多种的药物。应该是10几颗，因为包括我还有那个射物线啊，还有睡眠安眠药。台湾每年都不进入超高龄社会，类似老阿伯的个案会愈来愈侪。根据健保署统计，国内门诊领28天以上的慢性药单的中者，为2018年的256万人，到去年2023年增加到335万人，其中使用5种以上药物的人，也为130万人增加到178万人，增加36%。有一些长者他会自行在吃一些健康食品，然后有可能会跟一些血脂药啊就重复到，这些我们都会特别提醒。高龄的门诊100个病人里面基本上至少60-70个病人他都会有这样的需求，给付上他也没有说特别的优渥，那医师也是比较忙，所以后来就没有再继续推行这样的一个工作。地处健保署强调，为了鼓励病人以病人为中心门诊整合，减少无必要用药，每一个个案初诊检查费补助1500点，地处复诊检查费1000点。另外，今年起也积极推动专人慢性病整合计划，对象是3个族群，希望少出降低病人住院率。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是在做父母的哪里保养的时阵，现在当看到家长提手机啊，或者是平板给囡仔看，给囡仔会当小点睛一下。不过小儿科的医师讲，使用三 C 产品过多，对囡仔的阅读、理解，也佮有数学表现是拢有影响，甚至会造成过动、无得定，或者是情绪等等的问题。美国小儿科医学会建议讲，岁半以下的囡仔建议是卖使用任何三 C 的产品。在现代生活，每个人都有手机，会人看到家长用三 C 在教孩子都百倍率。但如果以医生的观点来看，如果是无正确限制孩子用三 C 产品，可能会让孩子正在发展的脑部脑容量下降，除了专注力跟记忆力不好，也会让孩子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受到限制。第一个，他的这个容积，就是脑部的容积有几个研究是有下降的。第二个就是连接点，因为像我们高度使用这个视觉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区块会比较多连接，啊，其他的会被牺牲。美国的小儿科医学会建议，十八个月以下的囡仔卖使用任何三 C 的产品，两岁到五岁囡仔使用时间建议卖超过一点钟，就算是五岁到六岁囡仔，也要合理限制用无使用的时间。最重要的是用三 C 产品的时阵，家长爱在你边啊引导互动。那么三 C 产品可能会对囡仔的发展产生立即性的负面影响。对孩子，不管是在他的阅读能力、他的理解能力都会有影响。那你在认知，可能他们就是以数学的这个表现来看，在认知方面也是比较差的。然后他过动、情绪行为有一些反社会的这些人格或是行为的表现，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过度使用三 C 产品对囡仔语言、认知、情绪、行为拢有影响。医生伫咧临床的观察发现，有一挂囡仔到三岁啊，甚至要读书啊，进前拢不要讲话。发现一挂囡仔出来，电力电视拢开掉的，或者是使用三 C 产品。上重要是，父母爱伫咧边啊陪伴，一个选择用的内容，才能让三 C 的产品有教育的价值，发挥伊正面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等于放上头来看，即马有真济互囡仔体验工课场的活动。家长伫个网络顶都会当报名，不过即马诈骗的手路是百百款，有真侪诈骗集团专门看这种广告，佮加讲是甲消防局、甲大卖场合作，若是去报名，雇主有可能全咧流出去。伏在地洞教室内体验地洞带来飞鸟，让囡仔惊到叽叽叫。这是台北消防局的防灾科学教育馆体验活动，建议不少家长带囡仔去体验，也合适防灾知识。不过最近有不少家长发现，伫面册也是 IG 上看到继续体验活动的广告，点开链接了后，各位家来骗雇主，不会从特定的他的那个网址点进去看。对，会再确认一下，不然最近诈骗真的蛮多的。就是现在太多 LINE 的那个诈骗啦，所以在填的时候就会大概知道有异状。冒名对象为连锁餐饮到超商还是航空公司拢有，台北市消防局也受害，也部分澄清强调，唔捌伫赖群组要求民众提供雇主。另外，像有名卖场，也捌互诈骗集团冒用名机，改做成立小小店长体验营活动来骗雇主。我们都只会留比较简单的资讯，姓名、电话，可以让我们查询到是不是会员，不太需要说额外的，会再去做一些比较细部的一些资料索取。如果你照着这流程输入验证码，你那 ID 就会被骗走啊，或是他骗客时都会把你拉进假投资群组，或是什么好康美女群组啊，里面的人很多都是诈骗集团埋伏的暗桩。主案专家表示，像体验行等诈骗广告，定要求家长先私信，为的就是处置联系方式了后，诈骗更加大的金额，尤其是赖群组对诈难度高。现在很多的这个诈骗集团都使用 LINE， 因为事实上在 LINE 的追查上面是比较困难的。假设他们在第一次的诈骗是失败的，就是你不相信之后，那如果你没有把它删掉的话，其实诈骗集团事实上会利用他已经取得 LINE， 下次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再接近你。专家呼吁在面册顶社群媒体看到类似的体验活动，建议直接打电话给对方确认，唔通透过私信方式联络，才会当避免被骗走雇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一新竹的食品国小，因在校园内底打造出荷兰的画家梵高以作品的场景，透过公台文教基金会培训这些雇主的导览员，训练这些学生囡仔的口才，而且因的表现有影是真出色。美术系专业的艺术导览员，
这些妇女们真是太可怜了，要背着这么重的煤炭袋走那么长的路。囡仔小家大家明白环保的作品认真的表情甲专业的内容，一点啊拢无输专业的导览员，这拢是来自新竹县的小学生。透过一学期的学习训练，现在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导览员。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就可以边学，然后又来参观，又可以来听一下别人是怎么来介绍。其中个学生专工打扮成梵高的模样，实在真趣味。梵谷很喜欢在自画像嘛，很喜欢画自画像，然后我就觉得我跟他的人长得有一点像，然后再搭配我今天的衣服，跟他也是偏蓝色的，所以我觉得我这样跟他长得有点像，蛮有自己的特色。有这规划培训课程的文教基金会指出，除了上艺术课以外，各训练学生的口才和打扮的态度。透过囡仔的角度来解说梵高作品，小朋友可以透过老师有系统的引导，了解梵谷的世界之外呢，我们也培养小朋友成为画作的导览员，让小朋友呢，能够言之有物的去介绍一幅画，训练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孩子们会学到一些在人文的东西，学到一些情怀，更多的东西是艺术人文。他们会看到说，原来一个画家他要有这么丰富的内涵，才能够把一幅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在我们的身边。这些小小的导览员刷了来，再巡回新竹县16间的各中各小，用轻松趣味的方式来小解艺术，也希望透过他们的表现，鼓励更多孩子参与艺文活动，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继续来看国家语言发展会议，邀请外国的学者来分享语言学展的经验。另外，咱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的草案，交代还搁伫个立法院咧等排审。语言学者张学谦讲，国家的专职单位除了爱规划详细，嘛应该爱保证各种国家的语言拢有公平资源甲待遇。立法会议自七月到今，就跟各界针对台语名称有真多争议和讨论，就是惊台语变作新的霸权。文化部长在正式大会中回应的是强调，即马侪侪族群语言拢是国家语言，未够有独尊某一个语言的状况。文化部嘛表示，未来为着要促进社会通有论述接触无同语言的机会，拍算要透过打造语言升级，增加侪侪国家语言的就业机会，嘛好少人家在学习的时愈有动力。原住民语言或者客语的语族很害怕。这个台语的语族的会又成为新的霸权，因为它人口真的比较多。我想应该是不会，因为我们50年来都强迫讲华语，啊，讲其他方言都要挂狗牌，啊，这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最大错误。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错误扭回来，是会经过一个时间。另外，为了要让台语、原住民语等等的国家语言，通有全面性的语言政策来支持和实行，行政院在今年六月宣布通过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伫咧英国威尔斯嘛有通过立法成立小型的独立机关。威尔斯语言副总员表示，因除了按规划好整威尔斯语言语言政策，目前讲威尔斯语言人口仅50万，只占总人口的16%左右。因希望在2050年达成100万人的目标，因嘛着监督政府敢有达成目标。Independent of government, we are there to hold them to account, but also to provide advice on key policy issues. Now, these range from education, health, broadcasting, planning, housing, and so forth. And we also have a specific duty to publish a report every 5 years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Welsh language.因为台湾未来要设立计划中心，学者张学谦表示，除了爱好民众面对家己的族群意见有正面的态度，嘛要确保各种国家意见通得到公平的主管和待遇。就是讲，我平平是人吼，啊，我应该享有的语言权利，是毋得到国家的这个保障，啊，加经费支持。学者嘛强调，虽然计划中心的设立已经得到行政院的支持，不过即马搁在立法院等排审，所以讲会过未过还阁唔知。伊认为，无论结果是安怎，民间有关是爱维持组织合作的尊严，让台语通继续发展落去。记者卢尚如、邱昭阳、屏东报道。来看一空之树台湾国际人权影展，现出是伫无同所在巡回播送，而且结合家己市独立册店、台湾图书社，还阁有在地店头做伙办相关的活动。好一场就伫咧家己古感受内底，配合导览的活动，加深民众对人权的意识。伫家家边啊小路上界较早的历史，
2020年台湾国际人权影展嘉义市的活动，主办单位唔但要伫嘉义内底放电影，佮配合地方创新团队设计古嘉义的镜头活动，配合暗时放的纪录片全面监视。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它是真实而且令人恐惧的。对台湾人来讲，咱像自由，那敢若空气共款，大家平常时无啥感觉到。啊，不过即马伫咧嘉义内底，大家可能搁较感觉到讲，哦，这个自由的珍贵伫倒位。立功立树，台湾国际人权影展一直到10月15日会伫全国巡回放电影。嘉义市的独立书店透过自由串联的方式来举办，头一场的活动就建立嘉义旧嘉义内底，要透过空间甲活动结合，加深民众对人权的意识。这部纪录片里面看到中国的现况，就是它有时候其实是很无力感的。那个无力感不只是来自于，这个。他遭遇到的情况，我觉得更重要是来自于这个体制，还是说这个国家是对他的这种压迫。可以了解说我们台湾的民主的过程是很不简单的，也很有可能一个我们就已经失去这个自由的机会。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台湾的民主。这次人权影展嘉义地区计共16场的活动，会放送9出电影和3出短片。主办单位之一的台湾图书室表示，这些影片平常时较看袂到，但是跟咱的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希望透过活动，会当让民众对人权的议题有更加深的认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继续来看改编日本漫画的动画《进击的巨人》，播出10年的时间已经伫咧2023年刷过。这出在讲人类对抗巨人的作品，因为真受欢迎，也延伸产生不少的创作。其中1.5次元音乐剧这款的表演形式，在日本是同人娱乐。10月份，这出音乐剧在美国纽约举行头一届海外首映会，让观众再一次感受这出戏精彩剧情。日本演员冈冈来梦演主角翁爱莲，在日本台顶和苏州古林在空中决斗的场面。《进击的巨人》2.5次元舞台剧改编自漫画画家炼山创的畅销作品《进击的巨人》。それを愛してくださる皆さんがニューヨークにたくさんいると、それで僕たちはどうしてもこの海外公演の初演をニューヨークでやりたいと、そういうふうに願いました。2.5次元作品是舞台剧的形式，加动漫加电玩游戏改编成做真人舞台剧，舞台顶用多媒体呈现场景设计加舞台效果。进击的巨人音乐剧结合演唱加舞蹈，无同的表演形式，展现加原著同款的世界观。演主角的演员冈冈来梦，讲到演虚拟角色的感想。僕は生身の人間が持つ放つエネルギーってものすごく大きいものだと思っていて、例えば映画とかアニメからもらう映像からもらう力とミュージカルとか舞台とかからもらう力って全然違うもの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アニメや映画化した作品を次またミュージカルで生身の人間がやるっていうのはかなりこう心に来るものがあると思うので私が大好きなミカサだって思ってくれるように忠実にっていうのを目標に役を作ってきました。正义的巨人，伊的背景是设定伫咧人类甲食人类的巨人同时存在。原著漫画伫全世界已经卖出1亿4000万版本，年底将会登基东京巨蛋演艺厅继续演出。公司新闻张秀芬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甲明仔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温度会降低，水气嘛较高，较会落雨。也若中度风台空侪，按算拜三至拜五的时阵，会影响咱北部，也阁有东半部，到时雨会阁较粗。所以咱做伙来看其他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高30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高1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1度至27度。也个未来这3日的气象。
感谢乡亲收看今天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